我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大明星。我要的是创意，三天时间，继续努力啊！我们是设计工作者，没有灵感的时候照样要设计作品，还不错啊！来来，逍遥停车，我先整。耶！喂，什么？是我们抄袭是吧？爱讹谁讹谁，我就没有抄袭过。突然有好几百个订单，生意退款不退货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？从哪里跌倒，就要从哪里爬起来。我准备东山再起了。加油！你不要浪费力气，一定会废纸。你回去吧。加油！你为了完成你的梦想，你哪怕用一年、10年的时间都没有关系。先谢谢大家了。